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白菜，你快点过来，回家来。过儿童节来了，出来是不是？要不要脸？啊，我开个门的功夫，一下就钻出来了。平时看家护院，怎么没见有你呢？见缝插针，你是属你第一名啊！要不要脸了？啊，多大岁数了？多大岁数了？六岁了吧？你折合人类的年纪，你快三十了，你还要过六一儿童节啊？还有你一个，你也敢往出跑？你是孕妇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出去现在要让别的狗配了，这孩子算谁的？啊，这孩子算谁的？我刚花2K给你找个小老公，你就出去给我玩，那对吗？看在你是孕妇的份上啊，行，免于你的责罚。又是你吧，第一个跑出去的。我说实话，你在外面跑，你的体态太猥琐了，你像一个圆滚滚的大黑耗子，就是你都快滚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哪有狗像你这么跑步啊？你下回你要逃跑吧，你跑得潇洒一点，洒脱一点，行吗？今天这饭你们谁也别吃了。